我本以为你是涉世未深、单纯的女子，谁成想你竟和樊楼，你竟和樊楼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，你要什么？好啊，自己去捡吧。哎，别嚷！停车！ 有没有人捡到玉佩啊？你捡到玉佩了吗？哎，好嘞。啊，有没有人？这玉佩却这么重要。那玉佩对我们很重要。我们？谁这么缺德呀？这往锅里扔东西，真缺德。摊主，是刚刚从马车上掉下来的东西吗？我看就是你扔的吧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。你疯了！不要你管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站住！ 在我这儿呢。你没扔啊？啊，你不问我这玉佩是谁的吗？哎呀，脚好疼啊！你不考虑等等我吗？我脚崴了，疼。 这个带上吧，我包起来吧。走不走？其实我也不是不能告诉你，只不过我告诉你之后，你不能告诉别人，尤其是我父皇，好不好？我不需要。我需要想要找的人，我自己会找到。哎呀！ 你不要查了吗？他又不是坏人。我不想在大街上出丑啊！放手！我不放。放开！我不走。刚才樊楼就丢脸了，还要在大街上丢脸吗？我就是不放。放手！就是不放。放开！你看什么看？再看我，小心惹上那断袖之嫌。 徐春月，你在樊楼为了一个男人竟然可以……秦牧，刚刚你又跳下马车，现在又玩苦肉计，你以为会上当吗？谁是苦肉计了？小爷我长得风神俊朗，路过的阿姐阿婆都会多看我两眼，你以为我找不到人送我回家吗？你简直……我简直怎么样？简直不知羞耻，是不是？ 你不生我气了？哎哎，你慢点，我疼。啊！你转过来看我一眼。 楼山所言确确属实，就算给我一百个胆子，我也不敢下媚药啊。那别人呢？楼主，我怎么能让那种下作的东西出现在咱们樊楼呢？烦请楼主也再查一查，不要冤枉了姑娘们。我谢楼山对天发誓，若有此事，必遭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下去吧。 你怎么看？应该是真的。我调查了一下，那确实是正常的酒。
只是不知道王爷为何有如此猜忌。难道皇姐的预言之梦，并没有真正的解除？那薛瑶接下来？ 谢谢你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先回去了。脚不疼吗？不疼了，好多了。今天晚上就不麻烦你了，我先回去睡。老实交代吧。我交代过了，那酒里有毒，要不是我的话，你现在还不知道睡在哪个女人的盘丝洞里。有证据吗？ 要是说做梦遇痴，会被他当成疯子吧？没有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转移话题，是想保住柜子里那个人吧？他到底是谁？你跟他有什么勾当？都给我一一交代清楚。我交代什么呀？我欺了你，我骗了你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很好。我告诉你啊。 我没有赌约在身，你要是敢欺负我的话，我就去告诉父皇。你口口声声说要找到我不轨的证据，我还要找到你不轨的证据呢。我行的正坐的直，随便你查。好啊，那么从今往后，你要时时刻刻的在我身边。你不是喜欢打地铺吗？那么你这辈子就留在这打地铺吧。 薛瑶好像真的气到了。你干嘛？你起来我就起来了。 知道的吗？我怕你跑掉，没有你我会做噩梦。以后别再说这种话了。这种什么话？你穿鞋干嘛？你穿鞋我也穿鞋。你穿鞋干嘛？我穿好了。 去哪儿啊？别跟着我！我就跟着你。你生气，总归我也有责任嘛。你就让我陪陪你呗。你想多了，我只是想到今日的花还没有浇。那我等你啊，反正你不在，我也睡不着。我坐这儿。随便你吧。 在这冷宫里长大，受过的委屈我都看在眼里。可不管怎样，以后你们一定要扶持着走下去。月儿答应娘娘，无论他日是否是火，月儿都会陪星辰一起走。我会照顾好星辰的。是我要照顾皇姐才对。快拿着，傻孩子。 看什么呢？没事儿。薛瑶，你有没有特别想守护的人？